们送给幽灵幼精的礼物呢？上面呢有气球，里面呢也有气球，但是呢气球等你们来的时候可能会消掉。我们让你们看一下四面，第一面，这里，第二面，这里，第三面，这里，第四面。把它转回原位，而且呢，我们上面呢还有特制画画，里面呢也有画画，旁边呢也有装饰。第一面呢有写新配送的，第二面呢就是装饰，第三面呢就是写逸轩送的，第四面就是装饰。我们有用各种不同的装饰，让大家看一下。第二面有一些帽子啊和一些东西的，第三面有一些可爱的东西，第四面气球上面还有用胶带，每个环节都有照到。气球呢还是精心设计的颜色。这里也没有找到啊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做的送给幽灵幼精的礼物哦。就是 Uncle Sam， 大家。